咦，有了啦，有了啦！小琪，小琪还是个哥哥，披荆斩棘的哥哥，还很有力。今天第一回合就听得非常非常的爽，真的很开心能够来到生生不息。我一直关注这个节目，是不是？然后想说，哪一天我可以来当嘉宾吗？哎，真的，谢谢你们邀请。 那小琪哥这边呢，其实这个歌有一个很特别的设计，就是几乎差不多到三分之二的歌曲都快唱完的时候，小琪哥脸上是没有面光的。刚刚我唱的时候，其实所有的光都投射在大家的脸上，我都很认真的看着台下的每一张脸，我想要把他们拼起来，每个人就像一颗星星，是我觉得我前面有一个璀璨的银河，哎呦，在照亮着我们，这样很感动。 哇，这样说好感动啊！他真的很会说，真的聊好了。你们这次有成功的组合名吗？你们俩？哎呦，大家好，这是 MC 哈的热狗。MC 哈的热狗，听 rapper 讲话都是这个腔，他就是这样子。我知道，你就不能把嘴张开说。大家好，我是杨宗纬 ，A.K.A. 山羊。 烦呢，山羊。所以山羊的意思是，其实山羊在我们圈内的时候，把它就是 GOAT， 就是 GOAT， 就是像 LeBron Jordan， 大家有在看篮球，他们都会觉得自己是山羊，就这个圈子的领头羊的意思。再加上杨宗纬嘛，他有一个羊 ，OK， 所以我那时候觉得他就是山羊 ，OK， 不要讲了，他当真了。 当真的，他已经长出脚来了。<笑>那两位合作是什么样的印象？我觉得他东西很有 power， 就是他这个 rap 一加进来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哇，整个人就是热血沸腾。那不晓得台下的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受？这次跟他相处下来，就发现他其实非常的可爱，而且非常的腼腆。 然后就觉得他反差很大，因为之前给人家形象就是海南岛大哥嘛。<笑><笑>这谁告诉你？你有在看这个节目？我有看，我有看。海内外皆知了，这是。195个国家和地区都知道您很喜欢穿海南岛大哥的衣服。<笑><笑>那这一次在闽南语的歌曲当中加入说唱是什么感觉？因为这首歌《惜别的海岸》，它其实距今已经40年了。对。 非常久远的一首歌，我相信其实，在座的各位可能都不一定真的有听过这首歌。对，就是我本来也想说，我就随便套套词糊弄一下就算，可是我觉得不行。你居然有过想要糊弄一下的想法？你把你的时间都花在想 AKA 了吗？不是，就是因为后来被这首歌打动，还是有感觉。其实真的是有点被打动。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非常的苦闷沧桑，然后就我在舞台上我设计的桥段就是有点是 men's talk， 就是在远方打拼的兄弟互相在抱怨，这希望可以赶快回到家里去，也希望有美好的前程。对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样子。喜欢。我相信通过我们生生不息宝岛季的再一次的唱响，惜别海岸也会成为大家喜爱的闽南语歌曲歌单当中的一首。那么现在依然是请我们现场的伍佰薇金曲出品团的朋友，行驶各位的权利了，支持哲哥队的《惜别的海岸》，请按一；支持娜姐队的《温柔》，请按二；请选择。我们是艺海的，而我们的二，他选二。 那赢了，我这个赢的钱再出队长。<笑>对，好的开始，好的开始，你意思是你觉得小琪哥这一把会胜吗？<笑>你有在犹豫吗？有在犹豫。嗯，好，谢谢大家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现场直接公布结果，哪首歌多少就直接看得到，这里就看得到，看得到。哇，天哪，之前没有这样子。<笑> 有点残酷哦，这么不神秘的吗？真的，我也觉得。哦，今天所有吗？啊，哈，so cool。到底哪一首歌得到的支持更多呢？请发表结果。小琪哥，温柔，温柔，叮。 太近了吧！非常接近，哇哇！
非常接近的一个结果。哇，我们输了。哇，差没多少，很近，四八四九五十六票而已。有意思，有意思。没关系啊，六票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没，我跟你说，花花等一下就会弄回来。哦。哎 ，Karen 姐怎么只剩下你？对啊。恭喜。那我就借花献佛了。哎挺身哎哎，小齐哥，你唱到娜姐心里了，你都唱到我的心里了，她都要哭了。真的真的，这个差一点点而已，差一点点，那差，你一点都不差。运动，哈，做这么强的运动，练练气血啊。难怪，不仅可以上身材，还保持这么好。你有什么小秘诀？日常运动后补充高含量的蛋白质，四味狮乳清蛋白粉含有益于消化吸收的优质蛋白质，可以帮助提升运动塑形效果。那我回去也要喝。现在上电商搜四味狮，买乳清蛋白粉超划算。四味狮乳清蛋白粉，挑战漂亮曲线，健康新时尚。好，马上为大家介绍第二回合的两首歌曲。这两首歌曲的歌名呢都很有意思，都只有两个字，可是这两个字却带来非常多的态度和意义。那首先介绍的呢是那英队演唱的这首歌曲，是来自林忆莲的《归零》。这首歌曲呢发表在2018年，他所在的专辑《零》呢帮林忆莲获得了第30届金曲奖的最佳女歌手奖，同时呢也成为了他所有作品当中的最高音，更新了他自己的传说。我超爱 Sandy， 他声音非常干净，就像陈淑桦的声音一样，陈淑桦黄莺莺，没有任何的杂音。我跟他还有点撕裂的声音。那你觉得我的声音怎么样？而今天呢，姐队要派出的这两位非常厉害的唱将，把这个名字说出来，大家就会想到他们突破楼顶的这个高音，他就是我们的狂飙组合黄绮珊和华晨宇。我们第一次见面其实就是你拿奖，对对对，两次都是对拿奖颁奖典礼上，是我出席的第一个颁奖典礼，拿的第一个奖。然后你越来越成熟，越来越气质，哇！就是我们重庆话叫啥子，温得起，温得起。有时候，比如说我刷到什么啊视频号啊，都看得到你的。嗯，我也是。我前段时间还看到一个特别好玩的，在那个宝妈巡演嘛，然后声嘶力竭的唱是吧？对对。只要说我们来到了离不开你，刚说离字，哗，全部都冲到前排来蹲着。不知道是不是巡演歌迷们太热情，把黄妈吓到连夜打包回长沙来了。这次狂飙姐弟组合要演唱的是同样让歌迷们尖叫的《归零》。这世界从来没有如果。这首歌里的林忆莲不再是成熟都会女性，也不再是情歌天后，而是音乐的冒险者。是的，这首歌最大的难度是一长段狂飙到 F5 的高音。敢挑战他的，恐怕也只有。